安置电料学堂。热动电易功能为何？电磁开关为电磁接触器及热动电易组成，是利用电磁吸引力带动主接点的开闭，以达到控制负载的目的。为可快速切断交流回路及可频繁的接通与启断大电流控制设备，所以经常用于电动机、天车、电热器、各种工厂设备等负载之控制开关。但因本身电磁接触器并无保护功能，故需另外搭配热动电易达到过载与欠向保护功能。当负载电流超出热动电易可承受范围时，会执行跳脱动作，进而达到保护马达的目的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订阅加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，接收我们影片的第一手资讯。